接下来要为您示范演出的是闪电复制牌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在我手上呢有几张卡片，我们一张张来看。我们可以看得到，今天手上呢是一张白色的，两张白色，三张、四张、五张、六张白色的，以及一张红星石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看得到，好，桌上有六张白色的，我们将这张白色的呢，把它面向下，这张白色的呢，面向上，所以我们看得到这边总共有三张面向上的，以及三张面向下的白色的牌，以及手上的一张红星石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做到高科技才办得到的所谓的印刷术。我们将红星石放在这边，仔细看。另外一张也印成红星石了。好，接着旁边这两张白色的呢，很快的你就会发现也变成红星石了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，我们还剩下三张的白色的牌，我们将中间这一张白色的牌呢，我们把它反过来，好，放到红星石两张的中间，要穿过两张之后呢，很快的张牌呢也变成红星石了，以及剩下的两张白色的牌呢，全部都变成红星石了，这就是闪电印刷术。